卢台长，我1962年属牛的。62年属牛的，属牛是吧？属牛啊。哦，腰椎间盘突出，骨头啊，听得懂吗？骨头突出啊。啊。嗯。62年是你是吧？啊，对。对。哦。哎呦，我讲话你不要生气啊！你很辛苦，你这个人一生啊很辛苦，而且是劳碌命啊，听得懂吗？懂。你这辈子从生出来要开始没结婚之前是为家。结了婚之后就是为别人的，所以你永远不会为自己的，你的就是这个命了，听得懂吗？懂。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念经，而且你还，我刚刚看还有一个小鬼在你身上，就是你掉过孩子、啊、鼓掌、嗯、听得懂吗？懂。你你这样好吧，你想改变你自己的一生，你听听台长的话，念大悲咒心经还有礼佛 好吗好，脾气不要这么倔 好吗好，自己呢也不要觉得我一生我要做很大的成就，你就随缘，不要想我应该怎么做得很好，就随随便便做的，不要就觉得我应该好好的随缘就可以了。还有教你一个方法，头发弄得稍微短一点点，因为头发长的人呢、啊、把运气都会折掉的啊，听得懂吗？懂。那就眼睛嘛稍微弄了亮一点，这种眼睛实际上都遮运的了，运气都会折掉的。当然最好方法是念经了，还有你不要再吃活的海鲜了，活的海鲜呢、啊、听不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们已经让你妇科很不好了，听不懂啊？懂啊，昨天我懂。台长讲什么话你心中最清楚了，你的身体这个毛病你知道害了你多惨啊，还不知道啊？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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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嗯、鼓掌。哎呦，台长，我老公有半边头痛还有腰骨，我先生半边头痛，半边头痛还有腰骨。什么？对，腰跟半边头痛。哦，半边头痛。还有也是腰骨。你们是马来西亚人不啦？是啊。哦，看样子我以后要学马来语了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59年属猪的。哦，他也是，他这个你啊，你是怀才不遇。你是很老实的一个人，但是你经常被人家挤啊，就是嫉妒啊，你听得懂吗？懂啊。啊，你做一段时间你就会被人家 fire 了，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很准啊。很准啊。嗯嗯、啊，还有头痛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第一叫你老婆跟你少讲话，你头就会少痛一点。你老婆一讲话你头痛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说笑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老婆身上的灵性经常，他一头痛的时候他就骂他老公，一骂他老公接着他老公头痛，他一骂他就好了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你要帮你老婆念经，把他身上的灵性超度走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啦，好好念经啊。好啊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还有一个，你叫他，我刚刚你告诉我他属什么？属什么？属牛。啊，属牛。几几年的？你呀、啊，你。我属猪。1959。啊，你把衣服穿得白一点。我刚刚看到你这个猪是白猪。所以你要，你以后出去找工作 interview 全部都要身上穿的白一点，你的就是本相啊是属猪的，但是是白猪，所以你一定要穿的白一点，可能会人家都会喜欢你一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你谢谢台长。
最后叫他每天念49遍解结咒，解结咒49遍，好，心经念21遍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你心胸打开一点，好吧？还你老婆呢，是为家里做了不少贡献，但是管了你也是真的挺严的，我求求你放开她一马吧。上辈子她是欠你的，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分，听得懂吗？听我话呀，真的，听台长话，台长专门叫人家家庭和谐啊，国家平安的。谢谢啊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谢谢